Hello，大家好，又来对讲喽。来，打开看，这是要对的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是要对的是精彩五三九啦。一样，这应该就是发哥最近很喜欢啦、啊，就是一个礼拜啊，从礼拜一买到礼拜六啊。因为精彩五三九，它是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开奖，所以应该一共是买六注。来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没错，六注。这有稍微折到一点，把它打开。对，这里也是稍微折掉点。OK， 来来来，马上来对讲精彩五三九，来整理一下，应该没有。应该都没有折，应该这样子 OK， 没有折到 OK， 好，来放大一点，来来来，把手机拿过来，然后嘞，声音放到最大声，然后点选台湾彩券 APP， 呼叫对讲小帮手来，对第一注的精彩五三九，未中奖，精彩五三九应该是所有片最好中奖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依照他，因为他头奖只有800万嘛，所以他应该是最好中奖的，来。第二注，啊，都说你好中奖了，还不给我中奖一下？来，第三注，还是没中哎，真是不容易哎。第四注，对，第几注了？三、第四注没错，四、五、六，第四注，还是没中奖。第五注，加油加油啊，干巴爹！对，讲小帮手，连对手都看不下去了吗？该中奖了吧？哎、欸，中奖了！恭喜中奖，总奖金50元。嗯，您可至投注站直接瑞领50块，买不卖啦，至少这张有回本。来，最后的希望就看这一张了，看这张 会中奖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继续扫描，再来一个音乐，噔噔噔噔，啊，这样没中奖。所以嘞，这次539就中50块，买了六注。等等等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对不对？再不会叫你买那么多，那就中这一张，就中50块这一张。所以呢，这是发哥的竞彩539，一共连买6期，然后每一期买一注，花了新台币300元，然后就中了这一注50块的，应该中2个号码啦。所以就是做250块的公益喽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